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，把这群小朋友给吹到了偏远的荒岛。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？无谓的争执。为什么你们都不相信我？你又不是离的。陌生的环境。惨了，突然不出方向了。他们是否能够突破重围？荒岛冒险记，星期天早上11:08。